是嘿哟，大家好，然后我是娜娜对，然后我们今天上去是我们的帽子世界，然后就一样的就在私底下有偷偷的练功这样，对，哎，为什么坐在这里、啊？等一下，我开错吗？等一下，等一下哦，应该没开错，哎，我为什么会跑在这里啊？莫名其妙，回家先吧，好。然后我已经把我们的那个战斗力全部练了1000多的，就这样。好久没来你的宅域了，还是感觉很热闹啊。是吧？耶，没有任务嘞，哭。诶，有人哦，我们去拿奶茶。小康竟然在店外叹气哟，这是谁啊？等你很久了，拉威。啊，好美。孙丽叶小姐，虽然你现在全心全意在忙夺取帽子的事，但是我还是有重要事情跟你说哟。那个夺取帽子的事根本都被大家知道了吗？在帽子界可是藏不出秘密的哟。先别管这个了，要不要和我做个交易啊？交易，要是能完成我的委托的话，就奉送我珍藏的香水哦。香水可以来干嘛？香水可是很棒的饰品哟，装备之后可以享受助强化魔法的状态，我想一定能在你的旅途中派上用场的。可真是老念到令人讨厌的业务术语呢。若只世界里拥有香水的人只有朱丽叶小姐我一个而已哦。你不是想要 Totem 的帽子吗？那样的话，我想我的提议对你没坏处的。是什么事呢？想修回少女秘境的黑影，不要，不要用那脏手碰我。就是这样，这次的工作是连续绑架女童的事件，感觉就是跟那个萝莉通有关系啊喂。那开场白是什么呢？在睡眠之塔。破池发生女童绑架事件，拉威警官触动吧。偏偏是这样的地方吗？贝亚德大人正在大发雷霆呢，大喊死萝莉控的次数几乎是平时的3倍呢。我想那个家伙应该就是坏人哟。没错，拉威很明略的，其实我也在怀疑他哟。其实我刚刚只是开玩笑而已。不，这次事件最重要的就是帽子社的脑细胞，也就是推理能力哦。就是孩子才应该是最优先的吧。可是连谁是坏人都不知道的话，要怎么救人呢？确实如此。现在拥有现在所有嫌疑犯全部记在贝亚德大人那里，正在进行到犯人就是你的阶段哟。拉贝也去看看吧，然后干净利落地说出犯人是你吧。到底是什么一回事呢？所以我们是要到那个睡眠之塔就对了。够搞好走吧。为什么不知道为什么一直都在上八线，感觉有点讨厌啊。怎样？我在喝水，很酸的水，也不知道我妈去哪里买的水，超酸的，不喝完又浪费，可恶。但是喝了过后就整个那个喉咙干干的感觉不是很喜欢。对，感觉真的很不喜欢，也不知道为什么我妈会买那种水。再走上去吧，还是有那么多。OK， 知道了。喝了那个水，我感觉就喉咙就整个有点干干。哎呦，早早不喝了，可恶！喝了又要喝完，不喝完又浪费，什么鬼东西啊？
欸，又是你，存档先。你没给我好东西，我觉得他应该又是治疗吧，我可以不要理他吗？下去再上来。好的，告告。哦，也就是说，绑架的犯人有可能是20岁至30多岁，或40多岁到50多岁，也有可能是男性，也可能是女性。嗯，你们是，犯人就是他，到底是怎么的？别过来，你就死了！你给我把孩子们还来。我想这件事情一定是变得相当麻烦。那我们可以回去了吧？到底怎么回事？就说我根本不知道什么绑架事件啊，肚子饿了，庆子啊，午饭煮好了没啊？你们给我等一下，审讯还没结束哟，让我们再回顾一次事件。大概是3天前，安眠小学的千惠小妹妹突然失踪了。其实是昨天，同样是在安眠小学的玫瑰小妹妹也失踪了。你们个人身为这两件事件的重要证人，却被传讯到这里来，现在就开始展开调查。首先是这两个人失踪时间是在小学放学的时候，我想大约是1点到3点左右。3天前与昨天，正对这段时间你们不在场的证明，说来听听。工作，不行可以问问公司啊。我也是在公司的办公室，毕竟我是市长秘书嘛，在家吃冰饺。要求当时在做什么呢？在战场上拿着三把四步枪、单枪匹马的冲锋窃车吧。那是几十年前的不在场证明啊，老爷爷。谁说3年前和昨天啊？在做之光玉吧。没有不在场的证明，就有这个肥仔和老头吗？我不是肥仔的，我叫做波娇啦。虽然这是眼镜男和这副路，也不能说一定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偷偷的离开公司也是有可能的。眼镜男是什么啊？我叫做剑二。你说我是福利女，这是你呢？我叫做伊莎贝拉。接着我还没有说为什么你们几个会被当成嫌疑人而叫到这里来的理由吧。现在召唤这件事件的重要证人卡门雷赫雷特小妹妹。赫雷特小妹妹就是暗面小学是两位失踪者的朋友。事件当时原本是预定一起回家的，但是他们两个人却没有预约回来。雷特反倒是看到你们个人的身影，这样明白了吗？也就是说你们全都在对我撒谎。在场的4个人完全部都没，全部没有不在场的证明。这件事件当时你们到底在做什么？还不给我从实招来？切，这麻烦耶，我在翘班啊，可恶。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肯定是这小孩子看错了吧。我也是出门买果汁吧。战场可是雷枪弹雨啦，然后巧在战柜里下定决心往敌阵里突击了。你的否认呢？老头则保持铁木吗？我们可是有证据的哟。赫雷特小妹妹可是全国小学数位摄影选手大会第3名的实力者，她可是一位数位相机神童啊。赫雷特妹妹所拍摄的影片可是清清楚楚的拍到你们几个人哟，你们还想要装啥？那个肯定是合成的吧。真可惜，雷特妹妹可没有参加全国小学拍
照片也是有加工，选手大会有没有理由造假呢？你是最可疑的哟，女人，差不多该说说话了吧？那阿姨跟其他的男生在一起哟。说什么阿姨呀、啊？这是你的小鬼，我说过我不知道的吧？一定是在搞玩意吧？大白天的真有种啊！现在就是调查些罪犯罪动机，也就是你们为什么要绑架幼女啊？我为什么非得特地绑架来照顾那些乳臭未干的小鬼啊？我理由跟他一样，比起女孩子，我更喜欢吃东西。小次郎队长中弹倒地时，老卡也有必死的觉悟，现在的枪杀还清澈可见呢。这个有点难。那的确是没有，不会有萝莉控公开宣称自己是萝莉控的，虽说也不是不可能以卖淫或是气管交易为目的。从刚才那个胖哥的一直盯着赫雷的看，好可怕哦！什么，终于露出真面目了吗？你这死萝莉控！才不是呢，这小孩的嘴巴边有糖果笑，我就觉得那个看起来很好吃罢了。哦，那边那个脂肪结合体，对付这于幼女的东西发型，这是 Colico 的重症优美。我才不是脂肪结合体呢，我有波丘这个好名字在，很好，在我进去的审问下，犯人就快要被逼走投无路了，吓我一点也不怎么想的。那么最后就是罪犯案的手法了，你们是怎样绑走幽灵的？喜欢暴力的话一定会听到尖叫的，可是雷德去说没有听到什么特别的声音，也就是说让幽灵放松警戒之后才把幽灵带走的吧。这在这之中能把幽灵放松警戒应该就是女人和老德，也不对，这女人太妖艳了，也许会更加警戒。什么啊，太失礼了吧，恐怕应该有一个被枪杀了。可是老乔并没有回头，只是听到从背后传来阵阵的惨叫声。很好，我大概知道犯人是谁了，做好局就问了吧。你们这些家伙，什么叫大概啦？我事先可以看穿一切，目前为止以情报提供已经肯定用你延续绑架事件的犯人是在后面那位戴着奇怪帽子的家伙。我有抗议，你们对话我全部听见的坏人是这。OK， 我们先做一个等一下 OK 好。首先胖子呢是一个很喜欢吃东西的，然后我觉得老爷也是一个失忆症的人，然后那个眼镜男他说他是翘班，但是还没抓来这个我们，对不对？然后那个女生的话，那个和雷小何有说他跟很多男生在一起，跟其他男生在一起，所以我觉得应该是眼镜男。那边的眼镜男为什么会是我啊？你应该是单身汉吧？是又如何？看你的证言是这么说的，照顾为乳臭未干的小鬼，你可否说明一下，从来没照顾过小孩子的人为什么会用这种表达方式？我怎么知道啊，你这毫无根据吧。照顾绑架来的孩子的感想，不小心说漏嘴了吧。我说过我不知道了吧，你有证据说是我做的吗？证据就快要走过来了，走过来。和你的同学，前面同学还有每个同学，太好了，看来平安无事哦。这怎么会？当当当当当，见你人已经来了的样子呢。口已经脱离组织洗手不干了，但还是没办法脱离买卖器官的勾当。请在监狱里好好的反省吧。耶，我超强。愿你这家伙不是犯人啊！小孩平安无事，不是很好吗？
说的也是，不管怎么说，你做的不错哦。这事业里收下吧，500而已，好少哦。儿童们的未来由我保护，再会了。哦，他不见了耶。好，然后我觉得我们耶破关，用了10分钟，可恶啦，什么东西？好，回家加入高考。当当当，朱丽叶小姐。我就是在悬崖前指证犯人，今天眼镜说出犯人就是你，张杰小拉威名侦探篇完。朱丽叶小姐，你有点怪怪的呢。将崇拜的消息给予推理出犯人的名侦探大人吧。哦，香水。不过真想不到，还以为犯人一定是被压的大人说。原来你是真的这么想啊。我呀，在推理小说推理犯人的时候，总是以是否有趣来当作判断基准呢，这点倒是可以理解。总之这次辛苦了，下次再拜托你哦，拉威。好，我们拿到了香水是武器吗？不是，香水防具哦。哦，防具耶。好，我们就装备香水吧，虽然说不知道有没有什么用。香水，但我感觉香水不是很好啊喂。还是装这个好了。好，那我觉得我们今天实况就先到此了。对，然后如果喜欢我影片的话，可以按个赞，然后谢谢支持我，之后更新影片耶。那我们就下一期再见咯，加啦，加。